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今天接受这个统一 Body Talk 的邀约，要到 7 Eleven 去搭餐，我会搭六个健康的餐点，出发吧。OK， 套餐已准备好了，就是Body Talk 167卡，然后这个叫做柚香和风嫩鸡沙拉114卡，香蕉一根就是102卡，这样加起来多少？383。完成这样子一个套餐呢，就是383卡。非常适合平常减脂期或者是运动前后都可以适合补充。分享给大家。2一样是 Body Talk 的鲜奶167卡，加上直立式希腊式优格无加糖，一个是177卡，然后再一个纽西兰奇异果苹果杯76卡，加起来420卡，然后非常适合运动完补充好的糖类，这个有好的蛋白质，好的蛋白质。那我们就开始动手做餐吧。餐点一样是 Body Talk 167卡，然后一个意式香草鸡胸肉151卡，然后关东煮萝卜是8卡，然后玉米的话是76卡，所以加起来等于是402。Body Talk 167卡，然后我们来吃一个海鲜套餐，就是鲑鱼豆腐味噌汤，这一个只有81卡，但它蛋白质可能不够，所以我们再另外加半罐的鲔鱼罐头138卡，所以加起来就是386卡。套餐 Body Talk 167卡，加上火烤墨西哥风味鸡肉卷316，加起来就是483卡。
六个套餐 ，Body Talk 167卡，热美式零卡，然后这个是牛奥良风味鲜蔬烤鸡三明治。291卡，所以291加167就是458。咖啡加牛奶加上好的碳水蛋白质，适合在健身前分享给你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7 搭餐搭配 Body Talk 的分享，一共有六个餐点，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